上面都写着什么啊？让我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反正就是标准的优等生模板啦。确实，认识他这么久了，这好像还是他第一次请假呢。好了，别多想了，把作业送到他手上之后，我们就各回各。人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玩游戏的时候蹭来蹭去的。小特同学，小月同学，我又拿了新的饮料来哟！哇，小特，你的耳朵软软的，哎，好舒服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最先进的仿生鞋技术。女王大人，我的耳朵也是软软的，你也可以来摸摸看的。不要，你的脚太扎人了。对了对了，再拿点零食过来。好的。怎么办？女王大人不喜欢我了。不行，得赶紧想个办法把女王大人抢回来才行。有了，如果给女王大人做她最爱吃的烤翅的话。这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女王大人专属女仆的厉害。哇，女王大人，我做了您最喜欢吃的烤翅鸡翅，味道好鲜。您被使用的可是泰利的魔法香氛洗发露啊！我的快递到了，我去拿快递，您先等我一下。除掉，抢走女王大人的家伙必须除掉，就从你开始。